我跟你讲，你各位，莫托斯其实根本就是我第二个本命角，真的。悟空辅助我不要，用悟空辅助你们真的这样，真的要悟空辅助？有人说不敢用悟空，有人说不敢用悟空辅助，是不是？来，我打辅助，我打辅助，我打辅助，没关系啊，这个观众场。我相信我四个观众都能够体谅我的，不会怪我吧？五哥，我们中式妹子，等等语音确认性别。来，我们先陪这个打野速刷，好不好？速刷之后跟他一起 gank， 速刷之后，反正我们玩悟空辅助就等于说是一个存在感极低的高输出英雄啊。妹子有泡泡，他没有泡泡。先出紫虎吗？还是先正统辅助装？我们先正统辅助装好了。好啦，既然我们是辅助，那就正统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先把这个二阶辅助装起码出出来。二阶，对方还有佩娜、哦，佩娜这样子会有点棘手啊。貂蝉来了，好，先把他泡泡打掉，先晕到他。虽然我被冰住了，有啊，有啊。然后接着就是要上紫虎了，我们先做一个蹲点。哎，瑞克很快哦，不行不行，我们这样出去很有机会被冰到。哦哦，我靠！哎，妹子，我们不能放过妹子，妹子会在里面。啊呼 ！Surprise！ 白夜。不要这样，好可爱啊！难躲在那里，有没有机会秒杀他？秒杀应该是不可能的，击杀他，我就知道。OK， 先回家吧，我们这边没有魔了。然后圣剑，圣剑之后出三阶辅助装。哎呦，这边感觉有戏哦，还有没有人要过来？不对，下路兵线，我们先守一波兵线。对，我们圣剑还是要赶快弄出来啊，但是也不能说一直狂吃队友经济，你知道吗？瑞克是有那么一点难打，我们尽量不要找瑞克打。然后貂蝉也是，所以我们尽量挑对方的兰铎跟索文。等一下，哪边有钱？哪边有钱？哎、欸，妹妹在这边呢、欸，可是他有泡泡，再加上他离塔不远，悄悄看。OK， 哎、欸，我其实可以秒杀他的、欸，我可以单杀他、欸，哎，我刚刚那个伤害这样子绝对灌得死他。然后我们接着三阶辅助装也出来了，我们尽量不要去这个压缩队友的经济的情况下发育啊。对，要么有队友在的时候一起吃一波冰啊，还是什么的，不要乱学悟空辅助哦，你队友会爆炸哦，因为你可能会为了要发育而去吃队友冰，然后一个人在那边吃，队友就会觉得你很堵然。哦呦，哎、欸，怎么不是我的头啦？都不是我的头！看，上路兵线，好，我去收。像这种，我就可以去赚一下这个经济。会不会等下来就一坨人？真可怕！哎、欸，没啊。OK， 小姐姐，对不起啦。瑞克不能杀，小姐姐必须杀。好不好？看到妹子，这个是必须要敲她的、啊。我来看一下，这里有没有机会秒杀任何人？因为我们带了一个辅助装，这个喷射的这个爪小的，你知道吗？爪小的再外加这个斩杀，我们的伤害可以更上一层楼、啊。因为我们这样子绝对不可能比玩打野经济还要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样出，只要接得够快啊。你说我们要一瞬间按很多技能，马上到。哎，有机会。哇哦！哇哦！漂亮，瘦瘦啊！怕了吧？还敢来？吃棍子！哇哦！谢谢，再等一波了。太浮夸了吧？有没有了？
有没有看到手术啊？你斗胆往前一步啊，请你吃我棍子、啊、不要乱学哦。我千交代万交代，悟空辅助真的不可以的哦。你没有经济就没有装备，没有装备你就没有伤害，那你又不是一只什么全控脚啊，控场很多啊，或是什么技能很击掰啊，或是可以保队友，可以秒杀后排，完全没有。对，你一定要有装备。那这一把是因为运气好、啊、对，这个经济有起来，好不好？应该是说对面有妹子，但是她是真的妹子吗？我们来确认性别一下，好不好？不爱确认性别非常重要。你真的要跟我打、哦、你要当我队友是吗？不是啦，我想说听一下你的声音是不是真的女生，听一下你队友有没有欺骗我的感情。没有，我们没有骗你啊。好，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好，你问。你觉得我的棒棒大不大？不是，你刚刚很烦，你刚刚是疯狂敲我哎、欸。没有啦，我看到你抓我。不是啊，这个荷尔蒙爆发，你在狡辩。没有，你在狡辩、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姐姐，对不起。应该比我大吧？哦，我比你大吗？我应该是比你朋友都还大啦，所以你可以考虑我。你等我一下哦。好，哎、欸，他要叫我等他一下。那、啊、你刚刚是跟他们是四排吗？还是不认识的？啊、四排啊！哦，真假的，所以都是认识的、哦嗯。也不认识啊，因为我就在网络上面号召那个取经团啊，我要去西方取经，然后就刚好有四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就陪我一起去取经。为什么你不陪我取经？因为我已经取到了。你取到你取，那你取完了吗？你还要取吗？我取到你这个经了。你还要取吗？没有了啦，我只是邀你进来跟你说声晚安。你不打了、哦？我要去打别的。我在想，我们班还想说，看会不会再撞一次。哦，没有啦，我跟你说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秘密。好，请说。现在有1335个人在听你跟我聊天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哦、真的假的？这是认真的吗？认真的啊，我从来不开玩笑，好不好？我堂堂男子汉不开玩笑的。不开玩笑。没有啦，因为为什么你现在是在开直播吗？对啊，稍微开一下。遇见你，我今天晚上已经值得满足了，圆满了。谢谢你。OK， 我是真妹子。真妹子哦，这个声音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、好，好啦，谢谢你啊，帮我跟你朋友说声谢谢哦、啊、嗯，好，拜拜。想我、哦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美好的夜晚，各位，硬邦邦。Check it up.